我想，我特别要求我们的议事组，我们在录音记录的时候，请不是我们立法院的，不是我们立法院的这个录音器，请在记录上不要做记录，这是第一个哈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联席会有一位委员实在很失控，而且刚才对本席做人身攻击哈。我们家十几个医师，我不需要偷渡。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行为哦，我很不耻，我不需要。我想你林黛华委员，只要敢大声地说，高雄市不需要自金区的医疗部分，让他出来公开讲就可以了。哈，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行为，我们很不耻。哈，对这样子的一个开会的方式，我觉得我们立法院有这样的一个失控姐在这里。不仅止于是不耻，同时对所有的学者专家，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，我们不需要让一个傻眼的立委在这里继续凌辱我们的官员，凌辱我们的学者专家。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为止，以上，谢谢。那我也把最后的结论再宣布一次，今日与会的发言内容，张家俊、林淑芬委员以及各相关部会的书面意见都会列入立法院的公报记录，另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8条以及第59条的规定，本会将于10日内会诊提出公听会的报告，送交小本院全体委员以及出席者。公听会的报告将作审查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以为参考，对于我们委员小丑跳梁的行为，黄昭顺在这里跟所有的学者专家致歉。好，我们今天议程就到此结束。有人说要开公会看到12点呐、啊，有人说开公会要看到12点。我讲的话全部给我录音哈。